首先说明啊，这里没有任何第一手内幕消息啊。你与其相信各种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啊，都不如信我是秦始皇来的实在。最近 BW2023 的相关情报逐步解禁了，本来是没有多关注的，但是在 BW 官方放出的品牌合作里出现了来自星辰的字眼，那一下子就勾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啊。我们今天刚好可以就这个话题聊一聊。第一是来自星辰出战 BW 是否意味着来自星辰要发售了，并不是。来自星辰21年9月公布以后，按理来说和许多游戏一样，BW每年都会参加的，但是去年 BW2022 因为疫情缘故延期了，也就是不办了，所以今年 BW2023 应该算是来自星辰公开以后第一次参加国内的展会。除此之外，就只有21年9月末来自星辰参加东京电玩展的记录了，而且仅仅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展台，没有任何实际参与项目。那么如果只是例行参展，那确实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大家这么兴奋也不是空穴来风，这次展会有一定概率能看到更多内容，甚至玩到时机，因为按照中等偏快的速度算，来自星辰差不多是该上线了。包括之后国内的漫展、游戏展也可以关注一下来自星辰有没有参加，比如7月28号的 China Joy 如果有来自星辰参展，那么如此频繁的出展很可能就意味着这款游戏马上要走正式的宣发流程了。第二是之前直播节目里面有一个观众问了个非常天真的问题，就是如果来自星辰赚钱的话，鹰角乃至国内厂商会不会大搞买断制啊？天真就天真在他可能就不知道买不买断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厂啊，把目光放到买断单机上了，不是因为他们赚钱，是因为这一块国内的消费市场啊比以前成熟了啊，长熟了，那差不多也该磨刀了。同时二次元氪金手游的红利期也快结束了啊，进去分碗汤喝的成本越来越高。其次，国内的厂商要死要活都要往游戏里装氪金抽卡，欧美的厂也开始一点点学做氪金抽卡手游，是因为国内游戏业摸索了很多年的商业模式啊，发现就是这套抽卡赚钱，从 2% 到含保底 2%，花样百出。买断制挣不挣钱根本不用鹰角去验证，已经有无数人验证过了，做得好比氪金游戏赚得少，做得不好比氪金游戏亏得多。那不要提王国之泪啊，销量多少多少，国内想挤进这个市场的20年前就死绝了，现在还想挤啊，这批新生代呢还在发育。第三是来自星辰开发真的很慢吗？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较热心的玩家会发视频吐槽这个来自星辰太慢了，也就是我一直听这种声音听久了以后，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来自星辰是什么时候发第一支预告片了，然后我还专门回去重新确认了一下，来自星辰的第一支预告片是2021年9月发出来的，距今两年都不到。和这支预告片同步的还有一个哔哩哔哩游戏中心发布的幕后探班，里面说得很清楚啊，项目不到一年，团队40多人。原本我以为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说法，因为一般来说项目正式曝光都是原型期末期乃至生产期中后期才会出来的，所以我当时有说过这个项目会在一两年内上线，毕竟它只是一个买断制的小游戏嘛。但是现在啊，嬴政单方面认为他们这个不到一年是完完全全的不含一点水分的不到一年，他是真的20年年末立项，21年秋天还在搭管线就宣发了。那如果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能发出来，来自星辰的开发速度绝对是可以用快来形容的啊，至少比那种拿现成管线几百号人磨羊工磨3年的要好。那这么早宣发是一个很难以评价的决定。首先，原型期是一个不断迭代，然后可能叠着叠着就把项目迭代没了的阶段。也就是说啊，很多项目都活不出原型期的。现在玩家非常关注游戏动向啊，你这项目官宣了，结果原型期的问题啥都解决不了，那项目还砍不砍了？来自星辰还在搭管线就敢宣发啊，那属于是真正意义上的破釜沉舟。但好在它只是个小游戏，对吧，它是个 3D 回合制策略 RPG 游戏，官方认证的无内购买断制小游戏，它不需要氪金抽卡，它也不需要担心数值崩，售价可能都不超过100块钱，全 DLC 合起来可能都不到328，还要啥自行车啊？它这个项目做得好不好不重要，因为它做买断制根本没想过挣钱。当然我也不想说什么不忘初心这种肉麻恶心人的话，来自星辰有两个最直观的作用，一是管线复用，二是招聘广告。第一点很好理解啊，虽然管线自己搭就是为了以后能重复用嘛，对于这种年轻公司的第一款 3D 游戏啊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点也很好理解啊，这个项目曝光以前鹰角的规模一直是100到500人这个阶段，鹰角企业规模膨胀速度以前非常非常慢啊，现在也很慢，当然留存率也很高啊，虽然全在裁员，只有鹰角这边没有啊，毕竟你就那么点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好裁的。来自星辰和中国地那一波官宣以后啊，鹰角规模已经发展到了1000人这个水平了，算是捞到了很多小薯条。
作为一个小成本的买断制游戏，来自星城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也就是所谓的景观游戏。等我们具体玩到它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知道接下来几年鹰角的其他游戏会是什么个品质定位。反倒是周末地，它可能真的要很久很久，因为它的定位可能是下一代旗舰，整体工期就长啊，原型器要处理的问题还更多。2022年3月官宣进度可能和来自星城当初啊不相上下，所以再等个两三年都是正常的。多的就不说了啊，基本就是唠一唠来自星城这么个状况。顺便预告一下 ，BW 到时候会准时探展的，前提是啊我能抢到票。由于今年春天大眼之夜的乱子啊，现在上海发售各种集会的门票都被掐得死死的。BW 复刻 CP29的抢票盛宴也说不准哦，想去的朋友啊要提前做好准备哦。我是奥年上学期，我们下期再见。